循道为你联合教会观塘堂，自1963年成立堂会至今，都是一间以社区为本进行宣教服侍的教会。藉着上帝恩典以及众弟兄姊妹同心努力底下，今天观塘堂已发展成为一个约有500人崇拜的堂会，并且连同服务处及幼稚园，我们积极向区内人士传扬福音。在不同的据点，我们都有服侍关怀和福音的工作。感谢上帝，在2007年有机会开展城市宣教工作。我们租用观点中心15楼的单位，成立 MCS Methodist City Space。 过往几年以来，我们进行不同形式的职场宣教工作，得到各界支持鼓励帮助，服侍区内不同的职场人士，成立办公室小组、五间福音套餐、启发课程等等，并且近年积极开展亲子工作。我们的周五职场崇拜今日已有近100人的群体，事工得到弟兄姊妹同心合力发展。今天我们已有不同的职青小组已经成立，众弟兄姊妹努力在金钱、人力、物力上面去支持推动城市宣教工作。感谢主，今天让我们有更大侍奉祂的机会。我有一个梦，一个梦就是我整个观塘堂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在观塘社区里面活在福音见证基督。我有一个梦，我想同观塘区更加多的家庭、更加多的小朋友们、他们的父母们一起去认识神、敬拜神。我有一个梦，所有教会弟兄姊妹都身体健康快乐。我有一个梦，我想做舞台剧的统筹。我有一个梦，希望我全家都信耶稣。我有一个梦，我的身材能够吸引到更多更多的人。我有一个梦，希望改变世界。我有一个梦，我想教会能够拯救更多的人。我有一个梦，希望能成为火热祷告的教会。我有一个梦，我希望将我来紧翻工。